晚上所表演的都非常的专业哈，而且服装呢也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都是精心策划的哦。对啊，非常感谢我们林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精心的策划及付出，谢谢，感恩。跳舞。
特别。唱到哪里我们就跳到哪里。不会啊，我看你们不是乱跳的但是那个屁股要摆一下，我怎么摆不过去呢对，大师弟比较有名的地方就是他们、我们是跟着我们的臀部是跟着律动摆动啊，对，然后光是基本功我们大概就有十几个臀部的基本功、然后呢就像你们说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战舞对不对，那你们都穿这样跳、其实我们要去修整，难看安尼就不爱出门安尼。还好啦，还好。我们因为是今天比较没有时间换衣服，要不然我们通常都是会穿草裙。草裙，对，这是我们的比较基本的。那你们本身都是在埔里这边学的吗？这边教室都在埔里吗？我本身是南投仁爱乡的人，然后我学生也几乎都是仁爱乡也有埔里的。那您是老师喽？对，我是团长。团长，那您。什么意思？就是拍手的意思哦，欢呼拍手就对了哈。那再欢呼一次好不好？好，那你们到前面哈，来照个团体照，让你们留个纪念好不好？这么漂亮，来把麦克风给我，好，来给你们照一下哈。阿妹有睡不？哦，你看今天晚上哈，在菩萨的保佑之下，我们每个人都这么热情，对不对？好，谢谢。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说了，他们这样照不漂亮，因为少了一个我啦。好，继续哦，我们的。